啊，今天是我们的新兵进去特别企划啊！哎呦，哇，非常特别！特别企划，企划什么？非常厉害，就是我们礼拜天首播哦，造成轰动，收视率非常非常的高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新的偶像剧就是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。让我们欢迎今天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最佳男女主角林依晨。七道彩虹都出来了，喂，你送七粒啊？喂，还不送七粒？今天有四位主角来到这里，是不是跟大家讲解一下你们四位是不是有什么错综复杂的感情、角色个性？角色个性啊！我们从左手边好了，左手边这边，左手边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王耀明。那我在戏里面是演丁立威。那丁立威其实是跟陈又琴在大学的时候是在一起的哦。那我们前男友？对，我是前男友。Okay. 然后大学时候就也分手了，然后五年后。我回来台湾挽回他、oh. 那也就是李大人的情敌、初恋还是最美的、初恋还是最美的。那依晨在里面就是那个初恋。其实他没有很明白的交代就他们之前有没有恋情，但是Sunny 的这一个角色绝对是伤他伤最重，他也爱的最重的那一个、对对对。那柏林是里面我在里面饰演李大人，然后是一个航空公司的督导。督导，然后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依晨演的角色叫陈又琴，然后就一直陪伴着他，放在心里就对了，对，放在心里。然后他受伤了，开心了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我才会在他常常会在他身边这样子。那这位大家好，我是陈匡怡，然后我在里面的角色叫做 Maggie，然后是航空公司的地勤，也是柏林的下属。今天呢，是否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 VCR 让我们的观众更了解？有准备，对对。而且呢，这个 VCR 非常的重要，是因为待会呢，我们的主持人可能会跟这个 VCR 里面是有串联啊，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继续看一下 VCR。我真没有难过，你不要误会哦，我是不可能爱上你这种女生。谢谢你，感激不尽。为什么你说你不可能爱上我？我这辈子最讨厌陈又琴的时候，就是你在跟丁立威谈恋爱的时候。这一拳我忍了五年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跟又琴还会在一起。你哪里弄丢啊？其实这十五年来，不要说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。李大人跟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肤浅，干你什么事？我就是故意要让你慢慢上瘾。原来我只是一个垫脚石。是的。经典哦！看到这简短的 VCR， 我已经慢慢上瘾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我们是要演这 VCR 里面的片段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最经典的要把前面那个再先介绍一下前那一段，因为我觉得那段我们最之前可以看到这整部戏的那个预告里面，就是这第一段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里面经典，我们一定要演。剧中男女主角的学生打扮，是不是让大家想起那段难以忘怀的初恋呢？要演出这段懵懵懂懂的爱情，演技上可说是相当难的考验呐！面对这高难度的爱情戏码，主持人要如何来诠释嘞？让我们马上来欣赏吧！我自告奋勇，我先跟彤彤来一段。哦，因为只有一个女生嘛，我可能不会爱你。状况剧 ，Take One。李年。我可能不会爱你，男女演员不计形象哭诉演出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哦，这什么？很好。状况剧 ，Take One。里面。咔咔咔！你是不是演员啊？自我忘词，是你连妈连。
你难过的时候也要这样讲话吗？你连难过的时候都一定要这个样子讲话吗 ？OK OK， 还是你要讲，你连难过的时候也要这样子讲话吗 ？OK 好，我记起来。我可能不会爱你，状况剧 Take Two。你连难过的时候也要这样讲话吗？我才没有难过。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是不可能爱上你这种女生。谢谢你，感激不尽。哎呦，是联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有问他们，要问他们，要问他们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正常来讲，我们的评语如果说可以啊，还 OK， 那就是还好。云浩别闷啦，还好至少还有个号吧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换本尊登场，来个另类演出。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依晨以及柏林要带来的。我可能不会爱你 ，Take One。你连难过的时候讲话都一定要这个样子吗？我才没有难过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反正我是不可能喜欢这种女生的。谢谢你。感激不尽。哎，哇，那个是伯父吧？现在我们都看得很清楚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整个戏剧的张力？就在最后关门那一刹那，对，这个感觉有没有？女生的绝情的走调，而且柏林刚的戏也很好，他其实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是爱这个女生，他其实深爱她，又嘴巴很硬，硬说我不喜欢。哎。既然众家演员们演技那么厉害，那接下来要考考他们头脑加上四肢并用的联想力。计时三分钟，人地事比手画脚演出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，比得好猜得快就可以赢得美食咯。今天我们一样有奖励，但是这个奖励是什么呢？马上掌声欢迎我们的李师傅啦。李英雄现为顶级的发饰主厨，是2011年世界厨王争霸赛职业团体组的铜牌得主哦。今天让你吃几道吧，好不好？今天吃什么？所吃的是龙虾之味明虾腹干贝松露盐之花。今天这个奖励现场的料理绝对是最好中的最好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棒。好了，师傅要下去准备料理了，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对抗，每队6分钟。好，很简单，我们是主持群，我们先示范，各位，人地事演技大考验，开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钢铁人，钢铁人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地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北极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下雪的地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呦！哦哦哦哦哦！请作答。钢铁人在下雪的地方喂 baby。错。太清楚了，第一题答没答对啊。钢铁人。哦，这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很简单了啊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企鹅，南极。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怀孕，生小孩。请作答。钢铁人在南极，生小孩。答对。哦，这谁？这谁？这谁？木偶，木偶，木偶。在溜冰场。泡温泉，请作答。木偶在溜冰场泡温泉，答对。下集会，蜘蛛人，在干嘛？火车站。玩咖啡杯，请作答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呢？但我想，哦，蜘蛛人在火车站玩咖啡杯。哦，错，不是玩咖啡杯，好，错错错错，它是一个游乐设施啊。蜘蛛人完整的，蜘蛛人在火车站，在火车站旋转咖啡杯，请作答。蜘蛛人。在火车站玩旋转咖啡，答对。
酷啊酷啊，快点快点，你好强哦，我一直都很厉害啊，真的吗？二郎神，二郎神，哦，那个健康步道，二郎神在健康步道，丢手榴弹，请作答，二郎神在健康步道丢手榴弹，答错，加油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包青天，包青天在健康步道，在健康步道丢手榴弹。哎呦！包青天在健康步道丢手榴弹。答对！快点 ，Come on！ 他还是二郎神，孙悟空，孙悟空。哇，在健身，在健身房。哎呦，其实好强哦！孙悟空在健身房跨栏，孙悟空在健身房跨栏，对，加油！这是谁？蓝波，蓝，这是好胖的蓝波啊！蓝波，是什么？在庙，在福禄寿的庙，福禄寿的庙，在寿山。请作答，蓝波在庙里受身，答错，快，这是消防员，消防员，在动物园，在，放在动物园，跳肚皮舞，请作答，消防员在。在哪里？快！动物园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跳肚皮舞。答错。来来来，有两个是对的，有两个是对的，有一个错而已哦。消防员，消防员。什么东西？金字塔。金字塔，埃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消防员在埃及跳肚皮舞。阿比，小草，对，自由落体，小草，匍匐前进，请作答，小草在教堂匍匐前进，答错，小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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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不可以比这样子啊！我知道，小丑在101，匍匐前进。小丑在101，匍匐前进。答对 ，Go！ 还有，快点，快点。九八，向鼓手，向鼓手，快点。六五四三秒，在医院两秒钟，向鼓手在医院一秒钟。吃面，煎到来，吃泡面。大碗的面，大碗公的面。好，时间到，没关系。好，你只要猜得出来，我一样算你对。来，请说答案是什么？第一个人什么人？哦，相扑手，在医院吃面，吃拉面，什么面？日本拉面。日本拉面，恭喜你，答错哦。是的，哎呦，正解是相扑选手在医院吃火锅。是的，今天呢得到的分数是7分，还不错哦。太神了，今天太神了！我不是今天，我一直都很神。你们这边是派谁来猜？光影。哦，那完蛋了。我们的来宾队，请就位。我们的来宾队，好了，来宾队，请准备。第一题，人、地、事，加油！哎呦，不错哦！行，哎呦，下一个，好，游泳，不错，换位置，游泳池，加油，换位置，来继续，下一个。好，这什么？什么人？吃辣。OK， 时间到。来，请问正解是什么？又亲在游泳池吃辣椒。哎呦，答对了，漂亮。哎呦，大
人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地下。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林玉晨卖力演出，陈匡怡能否猜出正确答案呢？待会儿林玉晨将使出浑身。下一个地下。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有关系的哦。飞机场。哎呦，哎呦，三个。哦，这什么？我们每接力赛跑。请作答。大人在飞机场接力赛跑。答对。漂亮漂亮，强，非常漂亮。Go go go！ 来，柏林柏林柏林，OK OK。招财吗？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。哎呦，不错不错。在下楼梯，在楼梯间，非常棒。哎，换换换，下一个下一个。手扶梯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穿高跟鞋跌倒。好 ，OK， 请作答。招财猫在手扶梯劈腿。哦，救他救他！救他快点。招财猫有两个地方是对的，有两个地方是对的，两个地方是对的。哦，写得好，很好。穿高跟鞋跌倒。Very good。扭，他扭到，扭，他扭伤。穿高跟鞋扭到，高跟鞋断掉。OK， 请作答。招财猫在坐手扶梯的时候，高跟鞋断掉。答对，有有有，哎呦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哦。来，紧接着这一题。猪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诸葛亮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要在哪里？地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好比，不好比，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很棒，很棒。下一个，什么样的图形呢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六角形、三角形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什么样的图形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了。金字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事情？哦，这叫什么？我们常常会讲到的，知道？围殴。可能有。这样子，这样子的动作事情之后叫做什么？好，来，请作答。诸葛亮在金字塔修炼。做什么？狩猎。有两个对，一个错。再看人看，等一下啦。两个对，还一个错。八。这什么地方？对，这个形状像什么呢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喽。狩猎。八。好，请作答。诸葛亮在八卦山。哦。做什么？最后一个。狩猎。答对。哎呦。好，不错不错，来，算是你恢复乱了。来来，下一位谁？好，是什么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鸡桶，鸡桶，下一个。好，在哪里呢？这个地方是在哪里？在公车站。好，在哪里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？鸡桶在公车站跳高空弹跳。好，来，请说出正确答案。鸡童在公车站跳高空弹跳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它不是鸡童，但是很接近。它第一个跟数字有关系，很明显吗？三太子。完整的是什么？完整的。三太子在公车站跳高空弹跳。答对。哎呦。Yes。下一题。好，这什么？哎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还不错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呦呦，很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冲浪，不不不，耶耶耶！谁谁谁是谁是谁？心里有一把火的人。有啊有啊有！这个方向是对的。谁有一把火？一位演艺圈的前辈，谁人是谁？三个字的，三个字的。高高凌风。在哪里？第二个是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还是在什么地方？夏威夷。干嘛？冲浪。答对。摸鼻子，摸鼻子。周杰伦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哇哇哇！在开车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赛车场。哦。哦，小时候大家都做过的事情。坐吊床。吊床。坐吊床。来，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周杰伦在赛车场做什么呢？滑雪。做什么事情？这东西通常做摇篮。这东西通常会在树上。公园里面荡秋千。所以完整的是周杰伦在赛车场荡秋千。答对。
还有一分钟啊，有拼哦，干嘛？哦，漂亮漂亮！太空人，哎呦，在棒球场，漂亮。玩云霄飞车，答对，漂亮，漂亮，厉害哎，一分，不可能，快点下题，下题，哇！这什么？很好猜，很可爱哦，暴龙，暴龙。在沙漠，这个要怎么比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小朋友用的，那个不会自己发的。好，只跟他没关系。蓝皮只要答出来一样算分。请问这一题的正确解答是什么？暴龙在？是暴龙吗？一定要有一个名词吗？它有没有一个统称？古时候就会有。盲眼偏心，恐龙，真的很烂的，你烂透了。恐龙。恐龙在沙漠，哎呦，包尿布，答对，漂亮。好了，来宾队在这一回合总共答对的是十题，掌声鼓励。真的，我们在这边恭喜我们的来宾队可以享用我们今天的大餐。来，所有人请到中间来。哇哇哇！是不是从事这个餐饮工作多久了？十年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！那我们这将近200多集，今天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好的料理。哎呦，哎呦，希望你们的这个收视能够长红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师傅，介绍一下今天食材。哦，这个是日本北海道大干贝。哎呦，天哪！新鲜的现柳明虾。哎呦，哇，那个大干贝下去，煎到几分熟？大概到。五分熟。你们这拍戏很忙，很久没有吃大餐了，对不对？最近也都在宣传，所以今天来我们这边，对，获胜就有好吃的大餐啦。哇，接下来就把我们明虾放下去一样，对，热炒。哎呦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哇塞！我看厨师的架势就知道了，太棒了！哇！哎呦，寿司要这旁边这是蒜头，蒜碎，蒜头。吃饭，这香气我受不了了。哇哇哇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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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颜色好漂亮哦。所以现在是完成了吗？已经完成了。哎呦，好想说，我怎么会输啊？哇！天哪！你看那些虾在为我们招手哎。哎，师傅，谢谢你啦，师傅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。谢谢师傅。好，我们的虾虎人类松露盐之花。哎，是的，恭喜我们来宾队，来马上可以享用我们今天好吃的料理美食。哎呀，不要客气，我们连盘子都没得分。哇今天我觉得你们也太特别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虽然是特别机遇，也分不着连裁判也没得吃吧？你们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来，怎么样？口感非常好吃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就非常谢谢他们今天能够来上我们的节目，也谢谢他们的收视能够一路长虹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希望你们有时间还是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玩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记得呢，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曲》，还有不要忘了每个礼拜日晚上9:40也有非常好看的《我